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感谢您准时锁定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，和我们一起等着我。有的时候我们问自己，我们帮大家找的是什么呢？是亲人，是情感，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执着的礼赞。加油，来进入节目，有请主持人倪萍。有喜庆金世缘，有缘就喝金世缘。欢迎大家收看由金世缘酒业独家冠名的大型公益栏目《等着我》。有请求助者上场。倪老师好。姑娘好，来请坐。谢谢。从哪儿来啊？我叫贾艳华，来自安徽宿州。今天我来是替我妈妈来找她的孩子。在贾艳华心中，妈妈是她最亲密的人。但是有一天，她发现妈妈离她越来越远，这其中的缘由是什么呢？她又能否解开这个心结？从我记事起，我妈妈就说她是被拐骗来的，然后我是她在这里抱养的女儿。因为我太爱妈妈了，我不舍得让妈妈离开我。后来就是感觉妈妈越来越不开心，精神有些不太正常嘛，我才发现原来我把妈妈留在身边是一个不正确的选择。你的养母对你很好是吗？我的养母对我很好，因为我爸跟我妈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嘛，还有一个我哥嘛，我哥小时候就得了一场病，好了之后就是变得，那些人就变得痴痴傻傻的嘛。我爸那个人脾气不太好，就是会动手打我，打我妈妈。我妈妈就是特别温柔，就是舍不得说一句重话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和那个同村的小姑娘一起玩嘛，当时她妈妈给她买了一袋雪糕，我也想吃，我跑过去我就给爸爸讲，我说爸爸，我想吃那个雪糕，你给我买一个嘛。我爸就是不给我买，然后我就去跑过去就给妈妈撒娇，我说妈妈，我想吃那个雪糕。我爸怕我妈跑了，就是没给我妈钱。我记得我妈当时就拿了一个袋子嘛，就是去那个地里面捡那种烂李子，2分钱一个，一块冰糕是2毛嘛。我妈捡了一袋子，那时候我妈自行车不会骑，一路上就是扛回来，扛回来卖那个坏梨子，就是为了给我买一包雪糕嘛。那时候我就感觉，哎呀，我是挺幸福的嘛。那时候是下雪天，有一次是我发烧嘛，快烧到有40度了嘛，我妈就抱着我去那个医院，因为去那个医院我们会经过一个山坡嘛，山坡上面有雪嘛，就滑下来了。滑下来之后，我妈就是说，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小乖乖还在发烧。我妈就想了，把那个棉袄一脱，那么往前那一系，就是慢慢的往上，用手往上爬着走嘛。因为下雪，那个路比较滑，不好走。我妈就是一直往上爬爬。当时我妈的手就搁着那个石子了嘛，就是流血了，我妈当时都没觉得疼，一直咬牙坚持的把我送到医院，让医生给我打吊针。她那个流血的手就是这么抱着的我，走的时候我妈又把那个毛衣给脱掉裹在我身上，她说呢，哎呀，这下我的小乖乖不冷了吗？那天我就感觉，哎呀，从那个医院到我家的路我怎么感觉那么远，但是我妈走得好稳，我感觉我爸爸不疼我，我没有享受过父爱吧，我就感觉我妈妈疼我就好了嘛，我不需要别人嘛，我只需要妈妈嘛。你是多大知道你自己不是妈妈的亲生孩子？在我8岁，我爸带着我去卖那种坏梨子，当时我那个大爷嘛，就拉着我就是走到2个陌生人面前，就是说，艳华，这是你爸爸，这是你妈妈。当时我挺害怕的嘛，因为我爸也没吱声，我爸就是往前走嘛。我爸走一步我就断一步，我就感觉我爸爸怎么了，是不是不要我了，想把我送给这个陌生人嘛。我就去问我妈妈，我妈妈说是的，他是你的亲生父母。后来我那个大爷就是一直想让我认他们嘛，我就是不想认，我说
爸爸妈妈，你们才是我的亲生父母，我为什么要去孝顺他们呢？对不对？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爸跟我妈都高兴的就是抱着我哭嘛，就感觉哎呀，这个女儿没有白养，还是疼我的嘛。后来呢？后来慢慢的我就听那个同龄的人就说我妈的那个遭遇嘛，我妈是在四川有孩子，是被那个同龄人说是打工，就说我妈一想也是给孩子挣钱嘛，想给孩子好的生活，人贩子就是用那个毛巾嘛就捂住我妈的那个嘴，就把我妈给捂晕了，捂晕了醒来之后就是到我们这个地方了嘛。听我邻居说，就是当时我妈就是躲在那个墙角里面，抱着自己的腿，不敢抬头，不敢说话。那时候我妈就是跑嘛，我妈迷方向，我妈也不知道往哪跑，躲在我邻居那个柴火垛里面嘛。我爸就是早上起来一看我妈没有了，就是去找我妈嘛，在我邻居柴火垛里面就发现我妈了。当时我大爷就是拽着我妈的那个头发嘛，就是薅出来的，就开始就吓唬我妈嘛。他说你再跑就打断你的腿。很赶紧的就是跑回家嘛，我就是抱着妈妈哭嘛。我妈就问他说小乖乖你怎么了，你怎么哭了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我不敢讲，我只能装作那种不知道，因为我怕提起妈妈的那种伤心事嘛。之后每次我妈出去的时候我都会跟着，哪怕我在写作业，我妈要是说出去买个菜，我这边都会把作业那个一丢，我就说妈妈我也跟着你去。我一路上都是牵着我妈妈的手，我生怕我妈妈不要我了，她会跑，会回家去找自己的孩子嘛。等于你和你哥哥在你妈妈被拐了之前就已经在这家了，还是你妈来了以后才买的你们？在我妈来了之后才有的我们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那边流行那种彩色照片嘛，我妈当时抱着我就拍了一张嘛，看着看着我妈就流泪就哭嘛。因为我妈来的时候有两张相片，一张是我妈这个一个手抱着孩子，后面站着一个孩子嘛，还有一张是个全家福。以前我妈就是那两张相片就特别宝贝，就是每天都会拿出来看一眼，拿手摸着那个小孩的脸嘛，就是我妈每次看的时候都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。后来这张相片不知道是怎么丢了嘛，我记得我妈当时就给疯了似的就找嘛，就是各个屋里面找一遍就没找到。妈就是坐在那个地上面就说嘛，她说的我连我孩子唯一的一张那种相片我都丢了，我以后我想孩子怎么办嘛。吃完饭之后我妈就开始说我想回家看看，我想我的孩子嘛。当时我爸就是脸一瞪，我妈就害怕了，坐在那个床上嘛就是不敢睡，直到我爸睡下之后我妈才敢睡的。那天我妈趁我们睡着之后就是跑嘛，跑了之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看就是一醒来我就喊妈妈你在哪，就是跑到外面就是各个房间就找一遍嘛，厨房卫生间我什么都找一遍，就是没找到妈妈。那时候你几岁？我那时候是五六岁嘛，我就感觉哎呀，我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，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，还是因为什么，我妈妈就抛下我俩就走嘛。去学校里面我那个中午都是无精打采的，老师讲什么我听不下去，下课出去玩我也不去，就是坐在那边嘛，我就感觉哎呀，每一节课都是那种度日如年嘛。方圆铃这边一打呀，我就是很立马的就是冲出来就是跑回家嘛。快到我家门口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就在那个门口坐着嘛，当时我就是抱着妈妈又是亲又是抱的嘛。等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是想让我妈搂着我睡嘛，当时我就是震了我一下，震了我妈一下胳膊嘛，我妈就这样撕了一声嘛。当时我一看就是这个地方有那种皮带抽的痕迹，我说妈妈你疼不疼，小乖乖给你吹吹。是你爸爸抽的？对。
对，因为我爸那时候就是不想让我妈跑嘛。嗯、那天晚上我就离我妈睡的是比较远，我妈在这头，我在那里面一头嘛。但是我又舍不得我妈晚上再走嘛，我就是那个手就是我就拉着我妈的那个手睡的嘛，我能感觉我妈妈在哭在流泪。还有一次是我爸妈妈逃跑，是头天晚上我们是做饭嘛，我爸就是吃饭就嫌我妈炒的菜有点咸了，就然后我爸就拿那个鞋底就抽我妈妈，当时我妈就是就坐在那个地上就挺委屈的，我就想，哎呀，我妈妈原来生活的这么不容易，还是想孩子，还是这边还要忍受父亲的打吗？我就给妈妈说，妈妈，你要不回家嘛？第二天我就给爸爸说，哎，我没有文具了，你让我妈妈给我买嘛。我妈是早上出门的，走之前我就还给妈妈说，妈妈你今天可以晚点回来，没事。其实心里有一个声音就一直在说，妈妈你一定要早点回来，我舍不得你走。那天在想，我妈妈跑了吗？我妈妈找到她的孩子了吗？她会不会回来再接我走呢？我妈要接我走，我肯定会跟我妈走的，因为有妈的地方才有家嘛。当时我爸就是发动那个全村人去找嘛，他到那个火车站的那个路上找到我妈的，当时就是我爸就是拽着我妈回来的嘛，我就感觉，哎呀，我妈妈回来了，我还是有妈的孩子，我不像人家说的我是没有妈的野孩子嘛。妈妈最后一次逃跑是什么时候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妈妈最后一次逃跑是我上五六年级的时候嘛，搭着别人的车去那个火车站嘛，那个火车快走了嘛，妈妈就想，哎呀，我要走了以后这边的孩子怎么办嘛，我爸一个大老爷们肯定不会照顾好我的嘛。嗯，因为惦记你们又留下来了。对，因为我们就留下来了嘛，心里就是挺高兴的，挺幸福的。我妈舍不得我，在我妈心里就有我俩的位置了嘛，不再是老是她那边的孩子了嘛。妈妈的这些话就像是给我的那种定心丸嘛。妈妈的留下让贾艳华感到了无比的幸福，但是不久以后他就发现妈妈生活的并不开心，对远方孩子的思念，那深入骨髓的痛苦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妈妈。那天我妈问我，她说，小乖乖，今天几号？我说今天五月多少号。我妈就是很兴高采烈的，就是去买菜嘛，弄了一桌子菜嘛。当时我也不知道，我就说，妈妈你今天怎么做这么多好吃的？我妈妈说，今天是我孩子蒋卫东的生日嘛。我妈就是看见那个饭就哭嘛。我说，妈妈你哭什么呀？她说，我想给孩子过个生日，孩子都不在身边，我难忘我做一桌子好吃的，孩子都不知道。当时我就说，妈妈等我长大了，我带你回四川给你孩子过生日好不好嘛。那时候我妈就是听到我这么说就高兴的嘛。那你妈妈现在这个神经就不太正常，跟想她孩子有关系吗？也是跟她想孩子有些关系嘛。2013年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是刚订婚嘛，我爸那时候订完婚有半个月吧，我爸就是得病就去世了嘛。从我爸去世之后，我妈就开始变了嘛，变得就是怎么说，你跟他讲什么都听不进去。我就感觉，哎呀，我要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给妈妈嘛。我带着妈妈去买那个衣服，给我妈买了一个那个红色棉袄嘛。她说，哎呀，我以后要穿着去找那个蒋卫东，我要穿给他看。我当时有些吃醋，我就说，妈妈你能不能先穿给我看？我妈说，行，等我走的时候我穿给你看嘛。过了几天我就说，妈妈你先穿那个红色棉袄你让我看看呗。我妈说，你别找了，你找不到嘛，让我扔在河里面了。我妈就说了一句，我穿那么好看干嘛？你又不去给我找我的孩子。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都会躲在那个被窝里面哭。我就感觉，怎么妈妈老是不喜欢我做的每一件事呢？曾经贾艳华多么希望能够把唤她小乖乖的妈妈永远留在身边，但是看着妈妈日渐消瘦，情绪也越来越反复无常，她终于明白，能照亮妈妈世界的只有她的亲生孩子。
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帮你妈妈找她的孩子？是我怀孕三个月嘛，就是吃什么吐什么，我就感觉哎呀，当妈的不容易。那时候我妈基本上每天都会跟我说，就是说一些胡话嘛，就会说哎呀，我今天蒋文东到那个徐州来接我了，你送我去好不好？很有祈求的那种味道，他说小乖乖，你送我去看一眼好不好？哪怕他们不要也好嘛。有时候我妈会在睡着的时候都会喊孩子的名字，我就想我为什么不能带妈妈去找一找呢？能找到最好，找不到我们再回来嘛。我们也不知道我妈是四川哪的，我们就坐到那个火车站，当时我妈就高兴的，就是走路都轻快了好多。她说就拉着我说，小乖乖，我到四川我不迷路了，我不迷方向了，我知道该怎么走，你跟我走吧。我是晚上到的嘛，当时我们一出那个火车站的出口，我妈就说哎呀，小乖乖，你又骗我，这不是四川，你肯定又是骗我的。以前都是那种大山窝窝，一个邻居都怎么说都隔得比较远嘛，现在都是那种怎么说都是高楼大厦，都是那种灯光，五颜六色的灯光。我就说妈，这是四川，我说我们晚上休息一夜嘛。我妈一晚上没睡，到早上就是天不是太亮，我妈就是拉着我走嘛，就问你认识蒋文东吗？蒋文东是我儿子。问到30多个人的时候，人家都说不认识，我妈当时就是变得很无助嘛。我说妈没事，我们再问嘛。当时我妈问到100多个人的时候，人家就说哎呀不好意思阿姨，我真不认识这个人。他说四川那么大，你去怎么找嘛。我就说妈妈，要不然我们回家吧，回家之后我再来给你找。我妈就是走一步就是回头看一眼，走一步回头看一眼嘛，就是舍不得走嘛。后来就是找不到我妈，那两天的精神就是极度的不好。那时候我就是怎么说，把心给他嘛，他都不要，他只要他的孩子。我记得今年令我特别伤心嘛，就是我妈就是拿着那个农药，我大喊嘛，她说贾艳华，你今天你要不给我找到孩子，我就死在你家，我就不走了嘛。我就说妈，我找我肯定会给你找的，是不是？你先把药放下，你现在要是喝了药以后一找到你孩子怎么办？你让孩子怎么找你嘛。他说呢哎呀小乖乖，你有你的孩子在你身边，你是不想念的话，你知道我这30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是每天都会想念我的孩子，我都不知道我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吗？我就想回家看一眼，哪怕他们都不要我，你再让我回来都行，你让我看一眼，哪怕让我看一眼都好吗？春伟，这个姑娘不容易哈。是，我觉得在他的描述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苦难的母亲，她挑着一副担子，一个担子前边呢挑着两个看不见的孩子，这个担子后面呢挑着两个就在眼前的孩子。就是做这样的母亲确实挺艰难。对于她的养女而言呢，她会觉得我要把我的养育之恩放在前面，她甚至可以不去认她亲生父母。但另外一个方面，他又觉得他不能辜负他养母的那样一个思念。姑娘，你做得对，让你这个苦难的母亲享受她真正的天伦之乐，是一个孩子应尽的责任。但是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贩卖人口给这位母亲带来的痛苦和伤害。虽然她神志不清，我相信她不仅叫你是小乖乖，他也把他的小乖乖一直抱在怀里。如果找到了你妈妈的孩子，然后他的孩子要把他妈妈接走，抛下了你，你觉得你行吗？这么多年我见证过我妈妈的心酸，见证过我妈妈的不容易，想孩子见不到，我想我可以让我妈去跟她那边孩子生活几天，我再给接回来。你带我小，我养你老，我想好好孝顺孝顺你。我不想让你离开我，我还是想让她跟我在一起生活。那个，你妈妈今天来了吧？我妈妈来了。我们见一下这位苦难的母亲，来，妈妈请。蒋卫东，走。我
找小桂儿，找女儿去，小找艳华去。小桂儿，不要光找小，光找小走。啊，不找小，不找小，那个艳华。30年的深切思念，让这位老人游走在崩溃的边缘。他此生最重的执念，能否在今天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？妈妈走，慢点，慢点。好，来领着妈妈站，看看我们怎么帮你寻找的。来，来，树洞。好了。贾艳华你好，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洞。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，我们看到了你来登记帮助妈妈找家的寻人求助，我们也是特别感动，赶紧整理相关的线索，帮助你们展开寻找。那根据你们提供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哈，你说你的养母呢在30年前有被拐卖的经历，而且据她回忆，她的老家应该是在四川省，所以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四川的相关警方，帮助你们展开寻找。接到委托后，我们开始在四川展开寻找。根据你们的描述，养母有3个孩子，其中一个叫蒋卫东。但是经过我们调查发现，相同姓名的人很多，所以我们又进行了一次逐一排查。最终我们发现，其中一个叫蒋卫东的人与你们的描述极其吻合。但是当我们联系到他时，他告诉我们，他的妈妈已经于2年前去世，与查找信息并不吻合，为此我们进行实地走访。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，而且会尽最大的努力帮你们实现愿望，希望今天能给你们带来好的结果。好，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。好，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。把心给他嘛，他都不要，他只要他的孩子。我养你了，我想好好孝顺孝顺你，我不想让你离开我。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为缘寻找，为爱坚守，请开门。这次来北京，我妈说了一句话：“蒋卫东，我来了。”小贾，这就是蒋卫东。妈妈，你对我们，妈
认识吗？妈妈你还认识他吗？我是谁呗？哥哥你知道吗，我和妈妈每年都会记得你的生日。你们说的话我全都听着。阿姨，这就是您儿子蒋卫东。你的儿子蒋卫东。哦，我也找不到了，你给人家捡来。找到了，儿子蒋卫东。哦。哎呦，真的呀，天使家的捡过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哥，你的哥也还有一个女儿，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地打工，所以今天是大哥代替三个兄妹过来的。来，把妈妈领过来，来。哎，我们拉着妈妈，蒋大哥拉着妈妈。来来，姐姐坐，我问问她来。哎呀，儿子跟妈妈真像啊！来，儿子来靠着妈妈坐。姐姐，这是儿子吗？是啊，认出来了。你叫他什么？这个就是他蒋伟东吗？哦，蒋伟东。你孩子的生日是多会儿啊？孩子的生日啊？啊。5月初9。哦，咱问问儿子哈，你这些年也在找妈妈吗？前年的时候，听到有一点妈妈关于妈妈的消息，就是我们一个乡的，他有一个女儿嫁在那边，我就去那个人的家里面去找了，问了以后啊，他说我的妈妈去世了。哦。当时我从他那个家里面出来的时候，我的心情啊，真的是。眼泪流出来了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小片里一开始找到蒋大哥，他说我妈妈去世了，就是从同乡的那个传说。你母亲当年是怎么被拐的？你们清楚吗？那个时候小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四川什么地方人啊？你们？我是四川达州，四川达州七县，新市的。好，这样，这个你母亲回四川之后啊，你带她回去之后啊，联系当地的警方。要求重新调查这个事情，我们也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，要把当时谁拐的他，要把他找出来，要追究他责任。谢谢你们。问问他跟不跟着回四川。妈妈，你跟着他回四川吗？哦，跟着他回四川。妈妈，你回四川了，我怎么办？一路走。我跟你一块走。哦，一块走，一块走，一路走。面对这位苦难的母亲啊，我代表这个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，赞助这位母亲2万块钱，让她治治病，好吧？谢谢。今天我们真的是面对了一个苦难的母亲，母亲现在神志还不清楚，我们特别盼望在爱的温暖当中，母亲渐渐的恢复意识。好，领着妈妈、哥哥回家，慢慢聊，慢慢叙述。那走走，我们走了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看着他们，你会想问亲情是什么，血缘是什么？但是看着他，你又明白了，亲情和血缘、养育之恩和生育之恩，在他们身上能分清吗？分不清。平儿，妈妈在跟你说话，你喊一声噻。喊。听到没有？她在喊你啊。谢谢，既然他能帮我妈妈找到家，我希望妈妈以后能幸福能快乐吧。妈，你以后还会跟我一起生活吗？我还是高兴你一起生活，加油吧。
有请下一位嘉宾上场。我叫梁翠莲，今年58岁了。他生有5个子女，却只有4个在他的身边。大儿子荆州，二女儿当凤，三女儿成凤，小儿子贵州。我来找我儿子，叫广州。从儿子广州离家的那天起，梁春莲和其他孩子的关系也在悄然地发生转变。这个家为何成了这样？母子之间发生了什么？来，请。你好，李军老师。你好，你们这是一家三口吗？对。中间是妈妈。这我妈妈。你是女儿。对，小女儿。这是弟弟。哥哥。你们来找的什么人啊？来找我弟弟。找弟弟。我家是5个小孩，是第4那个。老四。老四。那小广州。为什么叫他小广州啊？丢的时候是在广州丢的？他名字叫过广州。他的名字就叫小广州。他在广州生的。就叫小广州。他什么时候丢的？99年吧。是怎么丢的？我们家是卖大米嘛，开个米铺子。99年好像是个7月14号，那天他也是跟我出来呢，上街来呢，他就跟他爸爸嘛去那个批发市场去拉米嘛。这拉米我在这边卖嘛，这拉米转来他就站在我米铺前面，他说妈妈我要5角钱吗？那时候他几岁？5岁那一过年那一天，他小弟呢他拿到5角钱，旁边一个卖水果的小孩呀来喊他广州，就去湾区了。他说好吧，这我拿到5角钱两个都丢死了，他家一坐急了，我一坐急了，黑了都不来，到底这个小孩都哪里去了？一直一到亮就睡不着觉了。我两个人呢也还是急急心心的找，反正也有消息嘛，贵阳啊、昆明啊、山东我们都去找嘛，就是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找的。多少年了？那18年了嘛。18年了。18年了。5岁，什么都会说了吧？会说，下广州了嘛，在他几姊妹当中了嘛，他是最恐的一个，很听话，很恐爱，又会这么一笑过了嘛，他也会这个，会心疼啊。有一次啊，我就见到有个客人来买米嘛，我们做那个生意很苦嘞。就是要把他送上门去，后头那个客人啊，米送干一点，忙不过来啊，客人就来发脾气，就说这个我等到你米来煮饭，你还不帮我送去，你送不送我？不送我就退钱给我了。就是生气大一点，我广州呢，就好像听到感觉人家客人来骂我了，他就恼起手来，我要打你。那个客人就笑起来了，我感觉我广州啊，我好像几岁的人啊，4岁多的人啊，5岁的人，怎么还会给我出头啊，还给我出气了？带的什么？小毛巾被。就是生他那个时候就有了包的，一个包单，就是这个纪念，一看到这块包单啊，我心里非常难过。手绢你包的什么呀？这个是那个他的相片。我唯一跟他照了一个照片，就是说我跟他牵着他的手照的。
记得我从老家来到这个城市，他有个十岁左右了。刚刚来的时候嘛，就是对这个城市并不熟，那么都是牵着他的手，一起就是走街串巷的，然后叫他带我去玩。他对那一附近的话是比较熟。小广州就领着你，鬼灵鬼灵的样子哈。从我广州嘛，没有丢失的时候，我感觉好像再苦再累也不这么累，也开心。就从他丢失，我这个心头不晓得像什么了，好像随时都有点思念到他。孩子丢了以后，家里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吧？弟弟走了，我妈妈的这个脾气就是变得呢，就是可能跟我们的沟通少了，就是说暴躁。对，有这种感觉。随着小广州的丢失，这家人失去了往日的欢笑，面临着被拆散的危机。两个嘛，反正是，哎呀，随时得吵到架，随时得发到脾气，就是一个责怪一个，你又怪我没有看好，我又怪他们，早上还给你去拉米了嘛，我们怎么丢失了你不晓得，你怎么不喊的？就一个责怪一个。我们那个地方啊，出来的开始啊，陆续都在丢失小孩。那个时候就是这一个小嘛，还有一个小贵州，还有小嘛，只有两岁多的，他这两个孩子看不稳嘛，真丢失了怎么办呢？他说我们怕不敢在这个地方在了哈，我们怕还是转老家去了。他就跟我这么商量，后头呢，我的想法呢，我说不回去，还是坚持在这个带着点嘛。我说回家去啊，这个公安局啊，这个行政科有什么消息啊，去拿点通知，听得到什么消息。我说我们就遇到我广州啊，他就找不着我们了。我就跟他这么说，我说不能转去，还是在这守住小广州嘛。我说不回去，还是说公安这个行政科有消息啊，我们去哪里听消息嘛。一会早上我就起来嘛，我说我就给开门卖米嘛。等我回来啊，我的洋人都收空了，也没有什么嘛，小孩那些衣服就我都收空了。我爸爸带我们几姊妹回老家了，回老家了，广西。这个事情怎么办？我就转回老家嘛。后头我还是跟他商量嘛，不在上头等待这个儿子不行。他说们只准我带大的两个，小的两个就放在那里。是我就带着大的两个上来。是我那个姐姐跟我这个大哥，就跟我妈妈就。我妈妈就从老家把她带来新意，然后就把我跟我那个小的那个弟弟就放在老家跟我爸爸，然后就这样我们家就一分为二了，就为了找那个小广州。我们家吧，我觉得以前的老人家的思想比较封建，重男轻女，这我能理解。但是吧，我妈我就觉得她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。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，他也是儿子啊。他丢了，找也找了，实在找不到就觉得就算了呗，找不到嘛，还有我跟我弟弟呢嘛，还有哥哥姐姐呢嘛，就想着他挺偏心的。那会儿就跟我爸跟我那弟弟在家，那日子过得挺苦的，就为了我那没有妈妈。对，妈妈常年都不在身边。妈妈就为了在那找小弟弟。对，我爸嘛，他人际比较老实，不太会照顾人，就饭啊这些也不太会煮给我们吃。那谁做饭？我做饭，放学回来都得我自己做饭。那时候你几岁？那时候才八九岁呢。放学回来嘛，还得自己一个人煮饭吃，弟弟被人家欺负了，都还得我跑上前去跟他出头。很委屈，觉得啊。对，记得吧，有一次。我就在我们家龙眼吃的时候，我们村里面有几个小孩就在那玩，他见我去摘龙眼嘛，他就不给我摘，那龙眼都是我家的。他们就说
那个小孩他是没妈要的孩子，他妈抛弃他了，把他那个弟弟小广州也拿去卖了，现在他妈也要把他跟小贵州丢在家抛弃了，不给他摘龙眼吃，即使打他欺负他也不怕没人给他出头。那会心里听着挺难过的，后来吧，我听着就不舒服，我就从地上捡了那树枝，我就要打那个小孩，都还没打到呢，就旁边有几个小孩嘛，另外那两个小男孩就跑来拉着我的手，就给那个小孩啊就打我，那小孩也是拿那树枝就使劲打我的脚啊手啊，这些打出血了，打了我打出血之后他们还就跑了，就说边跑边骂我是个没妈要的孩子。就是那会儿哈，我读五六年级吧，女生不是有个生理期嘛，然后就第一次来那个月经，当时心里就想，哎，天都得塌下来，感觉自己要生大病了，我是不是要死了之类的，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，当时心里噼里啪啦的很难过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后来我们村里面有个人，他跟我也玩得还可以，她也是个女生，我就跟她说，我就站起来，我说你看，我说你看嘛，我的裤子都到处是血，我说我是不是要死了，我就跟她说我可能是生什么病了吧，要死了。然后她就笑我，就有点嘲笑的笑我吧，然后她就边笑边跟我说，她说这东西你都不知道吗，你都不懂吗？然后还小小声地说，嗯，也难怪吧，你妈就也没在，你妈也不要你，不在身边，你没妈妈，你当然不知道。妈妈不在身边哈。对。怨恨妈妈什么呀？不管不顾你们。对，不管不顾。平常嘛，我妈她不是一年才回家一次，就清明节就回家，然后我弟弟的话就回家的话，我跟我弟弟就不太爱搭理他，特别是我那弟弟，就看到他的话就往旁边走，就故意像没看到一样，像个陌生人，就自己跑去躲，或者是叫他叫一声妈妈他也不愿意叫，即使叫出来也特别别扭，叫一声他就跑了，就不太爱理他。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心里面很恨我妈妈的，特别埋怨，他经常在外面也会受人家欺负，也没有妈妈出头嘛，我就觉得他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，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，当时我心就想着他丢了就丢了呗，干嘛还得这样子为了找他就把我两个丢在家里面老被人家欺负。你这个小儿子这么恨你，你能理解他吗？我也理解了，我也知道，就从广州丢失嘛，他们的想法就是啊，广州啊，我就是对广州一个人好，对他们不好，但是没有办法嘛，你不带上头，在不带这个地方，有什么消息你不知道，在老家照顾得到他们，这边也照顾不到嘛，就是没有办法、啊、没有办法，就是带了很大的伤害。想嘛，各个孩子我都想，亲人对吧，都要嘛，患着病的孩子是我生子几个嘛，我都是一样的嘛。就是我父亲回去了以后，那个生意的话就全靠我妈妈一个人打理，毕竟做那个大米生意嘛，就是比较重的一个活。我们家做的那个米店的这个生意嘛，就是有时候起早贪黑的，就是开门又开得特别早，有时候还要去就是市场上采购一些就是米回来，就是又再贩卖出去，在这个过程中是卖点钱，对，还要就送，就是说买个就是三四十斤五六十斤这样七八十斤这样的，都是妈妈自己扛着，对，都要扛着送到就是说客户的这个家里面，是这样的，不容易哈。对，我爸爸他就跟我说叫我上来兴义看一下，找就找我那弟弟小广州嘛。刚开始来的话，那会我都没有先进来我妈妈这里，都没先来看我妈，其实心里想来但是做不出来，因为感觉跟她不亲切了嘛。那会儿还感觉到她跟我姐去逛街去看我，我姐还会拉着她的手挽着她胳膊特别亲切，过马路啊这些
我的话就走在后面或者跟在旁边，像我那姐会帮她那样试衣服，会给她理一下这领子啊之类的。我看着我心里特难过，我就觉得怎么感觉这个妈跟我就不是亲妈的呀，都是自己的妈，可能就因为那么多年时间长了没在一起吧，对我妈就不亲切。妈妈心里觉得委屈吗？没有办法，那边两个照顾不到，这边就是为了小广州，就是他看了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耐心地在这边等待他。你爸爸现在还在老家吗？没有在。爸爸去世了。爸爸去世了。得病啊？生病了。那个脑血栓一下子很突然去的，就去世了。他去那天是个清明节嘛，上坟，他还跟我说，他说：“小广州啊，你在上头这么多年，有什么消息吗？”我说：“有消息没有消息嘛，我们都要等待他嘛。”这还在讲的小广州啊，过得好和不好嘛。就是不知道，或者可能是太阳晒呀、啊。他后来，歪下去，我得抱他起来，抱他起来，他就那个山坡一搓，就搓了滚住一坨。后来我把这小孩喊转来，把他抬到平处睡的嘛，就是我就去了，就是我就去了。去的那天都还在惦记着我那个小广州。广州爸爸的突然离世虽然给这个脆弱家庭带来了又一次致命打击，但是也让梁春莲的孩子一夜长大，理解了失去亲人的痛苦，特别是小女儿程凤，她彻底消除了对母亲的误会。我妈其实她吃不惯我们老家的口味，但她还是给我做我们广西的那边的口味，那时候看着心里面挺激动也挺温暖的。那会儿就觉得其实我妈还是挺爱我的，也很关心我。在后来慢慢的跟我妈一起生活接触，就发现我妈跟她去逛街的话，每次经过就我们家那三岔路口，每次我妈都得在那都得待上30多分钟半个小时左右，不管多大太阳都在那，都故意往那三岔路口那去那卖水果的摊上，跟那几个卖水果的都得聊一大半天呢。聊来聊去就为了打听我那个弟弟小广州的消息，每次都这样。我一直觉得18年过去了，就是我母亲也牵挂了这18年。经常就是拿着他这个小照片，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三岔路口吗，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小广州经常去那里玩的时候，就包括到现在随时都是用这个他的这个丝巾抱着小广州的这个照片，有事没事他就是都去，就是看着，就是这些年就是我妈妈找我那弟弟嘛，就是吃了很多的这个苦头。那个三岔路嘛，我每天我都要去那坐一下，坐的时候是一天一天在那坐到，就想到他那这个模样，坐到就感觉他那个意感在哪里嘛，就希望他转来了，确实真的是太想。我说嘛，有消息无消息，还不是耐心等待了嘛？怎么整的？反正不要离开条街了嘛。我说我们租房都千几亩，离开小街都要在这里等到嘛。18年的等待，
更是18年的煎熬。身为母亲的她，只能把痛苦埋在心里，虽不知这一等要何年何月，但她告诉自己，只有找到小广州，一家人才能幸福生活。我现在就想都想找到他，就是真的也对不起他，也亏待了他，还亏待他两姊妹。妈妈，如果今天见到小广州了，你要跟他说什么？今天见到小广州吗？对，好了，妈妈真是对不起他了，妈妈真是想他，一家就团圆了嘛，就好了。姐姐会对他说什么？弟弟吧，这么些年，妈妈的都没有放弃过找你，就连我爸在去世那天也在念着你了。这么多些年为了找你吧，我妈也挺辛苦的，为了找他也落下了一点病根。我妈也不容易，以前为了找她，家里也分成两半，给我和我小的那个弟弟也带来了挺多的心里面痛苦的，特别是我那弟弟小贵州，到现在心里面可能跟我妈都还不太好。这次找到她吧，可以圆了我爸爸生前的心意，也可以让我妈早点看到她。希望我那小人的弟弟也能像我一样慢慢的理解我妈妈，其实她挺不容易的，别恨她了。因为丢了孩子，这家人临街的东西散了，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家人都说不到一块儿了。爸爸是爸爸的坚持，妈妈是妈妈的坚持，孩子是孩子的坚持，这18年只有一家人团圆，这家人最重要的那个伤口才能够缝合。所以真的希望弟弟能够找回来，小广州的回归会让这个家更温暖。好，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立即帮你们展开了追踪。来，请站到这儿来。舒东，三位好，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。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，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丢失的孩子这个寻人求助，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，帮你们联系了贵州的警方还有志愿者，我们大家一起展开了寻找。我接到家寻组志愿者提供的这个帖子后，我发现他们家里是开粮油店的，会用一个平板车拉着去卖米，我觉得这一点比较特别，也许这个孩子会有点记忆。然后我就和寻家组的志愿者联系，和他们共同对年龄相仿的寻家帖进行逐一的仔细的排查。我在接到文子提供的家寻线索以后，发现张德来记忆中有跟着大人卖大米的细节，并且出生日期和失踪日期与案例家寻李广州比较接近。张德来的 DNA 已经入库，于是我马上联系贵州省新义市公安局打拐科，希望为他们双方血样进行对比。接警后，我们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此案，开展了多方的调查工作，并且第一时间采集寻亲人梁春莲的血样，并将其 DNA 信息录入全国被拐儿童 DNA 数据库。与此同时，通过调查，以他们提供的疑似被拐儿童李广州现在名为张德来的血样进行比对，目前 DNA 的结果比对还在等待当中。好，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。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。
了广州，就是啊，我的家啊就变成两个家了。如果我的弟弟找到他回来的话，失去那么多的母爱，我觉得都是不值得的。队员寻找，为爱坚守，请开门。广州，就是啊，我的家啊就变成两个家了。如果我的弟弟找到他回来的话，失去那么多的母爱，我觉得都是不值得的。队员寻找，为爱坚守，请开门。甚至连一眼找到他。小广州，请到这儿来，来。这是你姐，这是你大哥。今天过得好吗？挺好的，一切都挺好的。来，挺好的。你搂着弟弟啊，我们过去说妈妈，拉着儿子，18年的委屈都熬过来了，来。小广州啊，你可不要你们全家害苦了。小广州从哪儿来？福建福州。现在在福建福州。福州。啊、小广州、啊，见到你妈妈、你哥哥、你姐姐，高兴了吗？高兴。自己成家了吗？还没有。还没有。没有。今年20。身份证是25了。哦。73，5岁时候丢的。23。23岁左右。嗯，你现在在福州干什么工作啊？哦，从事餐饮业，做厨师。做厨师，养父养母，他们家没有别的孩子？哦，就隔壁村抱养了一个妹妹。哦，还有一个妹妹。我母亲她没有生育能力吗？小广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被收养的还是捡的。还是买来的，他自己也没弄清楚。很多孩子他在被拐的时候呢，到了买主家之后，确实可能印象比较模糊了。但是我们希望，凡是来历不明的，都要主动联系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入库比对。如果他是被拐的，那么他父母在找他的话，就有希望比中，就能够团聚。
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，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。嗯，姐姐不哭了，领着找回来的小广州，还有妈妈、哥哥，一起回家吧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不谢不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让一家人苦苦等待的孩子，今天终于回家了。曾经一分为二的家，今天终于可以合为一家。节目录制结束后，广州跟随着家人回到了贵州兴义的家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扬起久违的笑容，同时广州也告慰了临终还牵挂他的父亲。虽有遗憾，但终究团圆。不要哭了，他爸都走了，你将来就是好事了。我们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，这家人也能够珍惜当下，永远幸福在一起。有喜庆，金始源，有缘就喝金始源。欢迎大家收看由金始源酒业独家冠名的大型公益栏目《等着我》节目。如果您有寻人需求，也可以登录“宝贝回家”寻子网，或加入“等着我”官方 QQ 接待群进行登记。